咧系今日系1月11日星期四啦。咁咧两个话题嘅，咁啊都系好正嘅。其实我觉得，不过即系台湾嘅问题冇讲啦。咁但系星期六就会大选噶咯。咁而家上个礼拜已经停咗一个民调啦，民调咧好耐噶啦。咁都係賴清德領先少少啦，有時領先更多，有一次半次啊黐住啦，係嘛？好似俾後面啊侯友宜超翻道超車咁啦。咁而家都係中文調都話佢領先3% 咁樣，但係你睇個氣勢咧，即係民進黨係好自信嘅。咁咧，即係我啊好似覺得佢掂咗噶啦嘛。咁呢一個禮拜以嚟咧，就有四件啦，如果问我三四件事啦，即系话民调停咗啊嘛，上个星期三已经停咗啦，10日前停噶嘛，咁啊呢几件事会左右到佢嗰、那个嗱，一般嗰啲即系啲群众大会啊、落区啊、扫票啊、扫街啊嗰啲规矩嘢，佢哋大家两边即系蓝白就冇乜力啦，都系输，即系唔使谂噶啦，冇人觉得柯文哲有机噶啦，但系仲系一个人物啦咁样。输人输阵，继续选埋佢都好嘅。咁咧，但系咧，绿同蓝咧，咁样应做嘅都做噶啦，各自你个巩固晒佢嗰啲即系基本票、基本盘。咁所以可以预计咧，基本上佢系领先少少嘅。咁啊，当然啦，呢两日冇事先好啦吓。咁但系依一个礼拜里边有几件事咧，就可以攞嚟预测一下边个个势好啲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咗个黎智英先嘅，因为即係始終係香港嘢啊，台灣嘢應該開始呢幾日都會熱啊，咁我都開始講啦，要講下嘅係嘛，大家唔好影響華人世界啊嘛先，即係我哋嘅世界。咁咧，尤其是佢提及習近平添嚇，啊，但係講咗黎智英先，黎智英咧，即係其實就呢兩日唔知點解咧，我記得其他嗰啲民主派啲 KOL 咧，好似冇乜點講。咁啊，有最新咩咁啊？琴日系叫做定咗啦，琴日定咗咁啊，10周3/10日踏入第九天，系咪？咁咧就定晒啦，将嗰啲控方嘅控辩双方嗰啲，即系控方读出警方相信警员就本案在财务调查嘅公词，咁咧。就揾咗个高级督察叫做洪丽芬书面公词就读咗出嚟，读咗出嚟嗰个作用就系咧，就系咁咯。咁当然啦，而家早两日开案，大家都知佢讲乜嘢啦，讲咗一堆。咁我已经话仲未好似冇咩渣拿喎，有冇咩石破天惊？我琴日嘅嘢啦，而家讲定晒啦。咁啊，大家要认真讨论下嘅。因为两个理由啊，第一佢系涉及好多其他事啦，系咪？之前讲系咪涉及李柱铭啊、陈方安生啊？咁大家又唔好忌讳唔讲先啦，佢哋仲未死啊，仲喺香港嘅，最好系访问下佢，如果佢肯接受访问，就算唔系咁，咁多人识得佢，咁多人见过佢，系咪？我都见过佢一个啫啊，李柱铭，不过已经系90年代嘅事。唔系80年代嘅事，80年代嘅事啦，即系唔好讲啦吓，即系对佢系唔认识噶啦。依家咁问题就系佢哋两个嘅角色点样咧？咁啊话佢安排咗去边嘢咁见美国人嗱，我系好唔避忌任何嘢，我都讨论嘅，系嘛？呢个我特色，因为我唔系佢两，即系我唔系佢阵营里面嘅自己人。好多自己人咧就唔讲嘢嘅，讲嘢系就住嘅。咁當然啦，你如果純粹係個維穩，我民主黨啊，我冇理由屌柒佢噶。咁當然係咪先？當然我唔要求呢啲啊。咁但係如果你做到，你一係冇開麥，你做評論員，你冇嘢可以迴避噶嘛，冇嘢可以避嘅。自己嘅事都要俾人知係嘛，即係唔係俾人知道？你要解釋噶。如果你收咗錢係咪先？如果涉及你，咁你當然要辯解啦。咁我哋完全明白嘅係咪先？即係政治而家。在可能的言论自由范围，为什么大家不言论自由利用它呢？还有你遮遮掩掩呢？但是呢，就是媒体都是有立场的，立场就还立场啦。
总之大家呢就是要清清楚楚讨论晒所有嘢。历史是要清楚的，是不是？事件是要清楚，立场你可以不清楚，立场不清楚就算了。那因为我没有特别即是关系上的问题，所以我可以很清楚。那就逐样跟他拆，是不是？那我公道啦，是不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希望我这个这角色，大家都扮演这个角色啦，是不是？即是如果我都说我一直有些东西怀疑紧的了。咁我一直等緊佢公開呀，例如嗰啲財務嘅嘢，嗰啲錢究竟俾咗啲幾多錢啲 KOL， 暫時冇呀，嗱好公道呀，我又唔能夠假設佢冇，咁樣遲啲爆咗嚟咁，所以佢走夾唔到咁，冇㗎原來，咁你走咗去做乜呀？唉，即係你自己判斷問題啦，係咪？你問我點解唔走，我都冇收過錢，我又冇咩，我懷疑佢好多錢㗎，成日睇呢啲，係南媒好，东方好，甚至啊文汇大公好，时时话民主派都收好多钱，咁你民主派黐佢啲人都系收到唔少利益噶啦，咁样个个月派钱俾佢讲嘢噶啦，系嘛？我谂系嘛，咁我唔敢咁讲嘅，系咪？有啲人识得咁样，都唔似系咁嘅人，系咪？咁啊，总之我冇咁啊，算啦，系咪先？我最多就系一蚊个字写稿嘅啫，我要讲清楚啊，我同佢。利益关系是吗？还是20年前的事，是吗？那待我不薄的嘛，当年现在讲是九由始至终是最后是2005年，是吗？那啊明报好像4毫子定立场还衰，不给钱，那啊没有啊，其他那些信报呢没那么多，那啊没那么多，但是 OK 啦，是吗？一蚊 啊就算而家我谂系冇通胀过嘅，但系都系多啊。咁廿年前更加多啦，系嘛？咁啊，即系写八日，一个礼拜八篇，几爽啊嗰阵。咁啊，嗱，我系好咩嘅？我啲旧式嘅人系嘛？老板你帮关照过我，我记得嘅，亦都我多谢佢。即系我个储备退休金里边，当时系。佢係佔咗一個重要比例嘅嘛，即係儲多咗，都佢寫咗幾年稿，除咗教書喺大學裏面再係寫稿，咁啊儲多嚿錢噶嘛，呢個的確嘅，因此而嚇、啊、有多少係家底嘅，咁啊要多謝佢噶嘛，係嘛？但係咁啊，我前提好緊張啊，當然係要一定要冇清楚，我冇話我唔係你寫政治嘅嘢，我寫自己嘅咋嚇。咁去到邊度我都係咁嘅心。即係咁嘅態度啦，從來你係叫我寫嘅，我就哦版面冇改變，唔好意思啦，咁樣咁咪拜拜咯，係咪？唔止啊，中間都寫過其他噶，星島我都寫過，你唔知申報啊，係嘛？咁啊，其他單位唔理個單位大細係嘛，大幾遠啊，我都寫過啊嘛，寫過，不過淨係寫，因為佢立場太清楚嘅問題。咁啊，如果我咁佢哋尷尬咁啊，唔好啦，大家都唔好咁，所以我淨係寫中经济法律啊，大纪元写咗成十年嘅经济法律，一个礼拜一篇啊，咁啊嗰啲又冇争议啦，吓、啊、到政治嘅嘢梗系有争议噶嘛，争议咁咩标准去定咧？冇标准，系应该你自己个人。我成日讲言论就系自己嘅责任。好啦，我唔系讲乜嘢，我依家讲翻，唔好意思啊，长气咗，即系讲翻呢个重要嘅第九日，咁咧显示咗好多财政嘅问题出嚟。咁咧係捐過好多錢俾民主黨、民主派，咁啊有冇再 break down 一啲去到邊一個人收過錢呢？或者寫稿嗰啲，除咗稿費啦，係嘛？稿費大家仲係一蚊個字啊，定係少啲啊？好似後屘話少啲，契弟真係衰。蘋果日報啊，嚇係嘛？即係啊，德國人講講究竟臨尾你好似仲有寫嘅，咁咧即係嗰個錢係幾多啊？即係。咪要为民人嗰个生计争取啊！好多人老讽啊，叫你写嘢啊、做嘢啊，唔俾钱噶，好似老捻讽咁啊！啊，呢个陶杰我啊赞赏佢啊，系咪？即系走去信报度见工喎，见到阿信报老婆啊，阿骆友梅啊，即系话戴住个戒指，几巨型嘅钻戒定乜嘢啊？我哋信报唔讲。钱嘅讲理想咁，我话跳，
冇钱唔帮你写，呢啲就啱啦，真系啱嘅。咁啊，咪算啦，信报有言论自由，咁我呢啲交易即交换系咪？稿费较低，我都唔计较嘅。咁啊，最紧要我个初心，最紧要唔好影响我写，系咪？你手又唔公，即系唔啱 key 咧，就唔好咁啱。好啦，到而家自己开频道更加彩你三芒果啦，系嘛？粗口都搭爆埋啦，报纸啊、电台都唔凹得嘅，我爆咗啦。啊，唔可以有任何即系同人好啦。今日你先知重要啦。如果冇老老实实啦，如果大家我唔系即系怀疑大家，即系如果冇嘅话，咁你可以翻香港，其实真系可以翻香港。你见我咪安安全全咁，你系咪？即系我冇嘢喎，你有其他嘢我唔知啊。但系如果你纯粹系发表意见，你系反共咁，我唔反共咩？屌，我有咩避忌唔讲咧？大家提下我，我避忌咗啲咩嘢？我冇觉得自己有避忌喎，系咪？只要有人提我，唔好讲咁多粗口闹邓炳强啊、李家超啊，唔好成日踩佢啊，有中学生啊，好伤佢自尊。咁老师讲嘢系咁噶啦。除此之外冇啊，我冇忌忌啊。好啦，讲翻呢个财政问题啊，黎智英案踏入第九日，我读一读佢啲资料啊。黎智英喺2019年至2020年，经旗下公司向泛民多笔转账，涉及千银月千万，唔系千万，一亿吓、啊。下边继续讲。转账纪录显示，佢嘅私人助理 Mark Simon 喺8年期间，系啦系呢度系啦，共收到黎智英嘅转账1亿，然后将钱咧就交俾支联会民主党，认为作可作可作咩吓系可疑嘅目的。咁首先第一样，呢、这个系国安法之前，系嘛？2012到。2020好啦，你话啦一亿，你如果我啊捐咗一亿俾呢个民主派咁，咁我你应该好啊！你问我三日都应该啊，系嘛？你点嚟啊？呢亿？你问黎智英佢个身家系几多咧？点都有几廿亿啩？佢个上市公司百几亿、几百亿啩？嗰、那个民即系、就是、一传媒，佢个人嘅身家唔少嘢啩？加埋系俾咗一亿民主派八年里面。咁當然啦，好多有啲人唔應該要嘅，啲社會主義啊嗰啲唔應該要啦，自稱係左派嘅，你成張民主派，成張蘋果日報都係大右派嚟噶嘛，養埋啲咩獅子山學會啊嗰啲咁啊，孫柏文啊嗰啲人講埋嗰啲嘢，真係完全係違反基層利益噶嘛，冇問題啊，嚇、啊、照收佢錢，咁啊，總之嗱呢啲咁就嚇喺、啊、我嚟講，我鬧咗好多年噶啦，算啦，今日都坐緊監就無謂再串佢啦，咁樣係。啊嗱，9个银行账户资金流向，一共有36页。呢个洪丽芬系嘛？检察官啊，陈永森就读出高级督察洪丽芬嘅书面供词。咁咧，原来查咗咁耐咧，就系咁啦。咁咧，李宇轩咧就俾咗一笔钱佢，2019年6月至11月，系咁呢个系国安法之前嘅，存入4笔钱哦。其中咧615万嚟自台湾众筹平台，另有30万英镑。啊、就经《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呢、这个哈希斯咧喺英国转账，系、啊、跟住阿黎智英嘅助手，总之咧就系俾咗8万磅俾英国卫报，嗱系卖广告啊，搞清楚先吓、啊，卖广告$80,000同俾美国华盛顿邮报，当时系卖咗一啲广告，2019年啊嘛，大家都记得啦，系咪？咁啊，经黎智英旗下加拿大公司 LAIS Hotel Property Limited 多笔转账，系咁啊，其实系代李宇轩垫资部分登广告费用。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吓李宇轩就系负责呢件事。咁咧，即系咧，2019年8月咧转账140万俾中国吓、啊、香港有限公司，3日后咧转回140万俾。呢家 LAIS， 總之咁樣轉嚟轉去，我講咩咧？
唔好理佢呢啲转嚟转去呢啲。首先嗰个系卖广告嘅钱，佢系代李宇轩，李宇轩就负责嗰个登广告啊嗰啲，环球嘅登广告嗰啲，咁点咧？系咁点？我都唔明喎、啊。咁同黎智英乜关系咧？而家告紧黎智英，我讲紧黎智英案、李宇轩案咧，你就话喂，你啲钱点嚟啊？咁而家知啦，原来其中有啲咧众筹，有啲咧就系、是、黎智英俾嘅咁样。咁黎智英俾又点咧？系嗰阵时仲系2019年啊嘛，国安法之前啊嘛，系啊。咁嗱，至于呢个 Mark Simon 咧，大家即系、就是、你听我长年讲啦，咁就唔止添啦。2001，哎呀，一几啊？2014年嗰阵爆出单袋住先事件啦，俾咗50万就嗰年啊，后屘再爆上到法庭，即系每年系俾成100万啦。梁国雄呢、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啊，嗰年就俾咗50万，即系李卓人。李卓话唔系啊，我代工党收啊，攞嚟准备做呢、这个，即系做呢、这个做呢个咩培训基金啊嘅计划，跟住咧就。唔記得啫，咁啊袋住先啫，袋咗成年，啊阿熊仔啊袋咗幾年唔出聲，跟住又唔係我袋，喂揾社民連啲人出嚟宣誓啦作證啊，唔係佢幫我哋拎住先啫，我哋知嘅咁，個官話好啊冇問題啊，信咗啊，唉我啊啲咩算啦，佢哋啲屎忽數係咪先？但係你知啦，我就話呢啲咧就最唔好噶啦，但係咁 having said that。嗰陣時嗰次，佢又冇講過，即係2014年嗰啲，咁都冇事啊，係咪先？即係話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啊，你可能係唔係自己代，你幫我組織代，咁幫我做自己代又點咧？幫我組織代點咧？大家你信唔信佢係自己會代咗咧？如果個即係個組織唔即係件事唔爆出嚟，唔係俾東方日報爆出嚟係嘛？阿李卓人嗰啲就係黎智英俾佢嘅利是嚇、啊、利是錢啊，熊仔呢啲係私人醒你嘅係咪？工作有。系人都知道黎智英是大金主嚟噶啦，今日唔通仲要避忌咩？但系咁 ，having said that， 系咪？我唔系大金主，我系小金主得唔得咧？比如我系俾唔到一亿咁多年啦，八年俾一亿喎，即系其实一年俾1,000,000啫，我俾唔到1,000,000，1-2万我俾到噶。如果我支持，以前都试过啦，即系搞嘢啊咁样自己揞钱噶嘛。喂，搞網台都係自己揞錢噶，自己做義工噶，出錢出力噶，好多時有理想嘅人就唔奇噶呢啲嘢係嘛？大家都會啊冇噶，個個都收錢先做嘢噶嚇，滿口仁義道德，然後原來收錢噶，咁啊你啫，唔係我了解社運好點都好啊，甚至我以前幫過嗰啲民協街工呢啲組織裏邊，好多充滿熱誠嘅人，個組織本身嗰啲人，我信得過噶啊，當然啦。嗰啲我就唔信唔过啦，亦都唔系我自己有食，都唔知点样乜头乜路，唔知系。但系咧，基本上咧，啊，而家咪见咯，而家俾人拎翻出嚟嗱，记录显示2019至2020年10月转账2,000,000有政治背景嘅受益人，包括转账800万俾公民党，500万俾民主党，即系咧占反送中期间啦吓，九月啦。哎、到国安法之后啦，俾好多钱佢哋系嘛，800万公民党其实唔系好多啊，你要知道，民主党自己个资产都应该仲有几千万啦，民教协佢都好多噶喎，咁啊800万公民党500万俾民主党唔系好多啫，100万俾工党系咪？嗰阵时佢哋成日啲筹款噶，社民连都有93万系嘛，李宇轩364万，咁咧另外咧。俾咗阿欧乐轩咧，阿轩轩咧37.9万啊，所以就远道走翻嚟。咁嗱，咁我又唔肯俾钱佢点啊？系咪细侄阿轩侄细侄你去读书啊嘛？欧乐轩嗰阵去读书，哎呀，智英识得你咁耐啊，冇所谓啦，支持啊你批藏你读书得唔得咧？佢去读日本读书，去读 PhD 噶嘛，后屘走翻嚟帮手，咁啊坐监坐到而家啦，欧乐轩啊！你要咁睇，即刻明咁俾钱佢点嘅问题啊？佢哋嗰啲系自己有 friend， 咁而呢个民主礼咧，系咪不嬲都系金主嚟噶？我谂好多添，其他仲有，不过冇乜数啊咁样嘅啫。我冇 啊，其他有冇我唔知啊。所以你系咪各自好惊咧？因此咁我又话俾你听，而家你睇到啦，原来咧呢个国安系查唔到嘅，其他嘢个世界咁多事，
咪暂时啦，唉，唔敢讲佢，一阵唔会拎出嚟。而家起码今日拎出嚟啦，吓我一跳啊！八年俾多一亿唔够九千几万，泛民咁啊逼开咗添，系咪？当年你都见啦，俾咗一嚿啊，俾咗嚿梁家杰噶，后屘佢出嚟讲啊，几廿万咁啊，诶、哎，我哋呢啲系攞嚟即系攞嚟做呢个乜鬼啊？民主动力即係有当嘢民主咩嗰啲钱搞呢个宣传咩用嘅咁样我哋代先啫已经俾返佢啦咁诸如此类啦咁立法会查过係 ok 嘅、啊、查过係冇事嘅咁即係立法会查到梁国雄呢后尾就因为三票对三票、啊、有郭荣亨喺度卡住就话冇唔通过谴责佢咁但係结果係告咗嘅告咗结果又唔知点样搞掂啦即係冇事。好啦咁冇事当你冇事啦收过钱不过冇事。咁而家点解会有事呢我请问香港有冇政党法呢好多嘢系唔清楚嘅系咪我哋呢啲呢即係唔識做人呢见到呢啲嘢梗係屌㗎啦咁咁多年都照屌啦公开嘅呢啲。到今日先发觉原来所有公开系有好处嘅。咁而家好清楚我个是非好清楚。佢不嬲都有收呢啲钱。系咪？咁本来冇事，咁到2019年你整个大镬出嚟啦，啊成个，咁你要揾人负责啦，于是乎就怀疑咧吓，啊 CIA 背后组织呢个2019年嘅反送中呢个大行动搞到，我始终系两个疑惑噶，系咪？我个人了解咧，我识嘅人咧，系咪普通人嚟嘅啫？啊有噶嘛，我啲学生咁样嗰阵时都好热心啊，咁啊，即系依家当然系唔见晒啦，当然，但系。普通人可以有意思嘛？唉、哎，成日叫有游行叫我喂去啊去啊咁样一齐咯咁样，嗰啲咪普通人咯，大多数系真系普通人嚟到。好啦，学生会啊嗰啲普通人啦，咁背后有冇咩 CIA 啊咁？咁你查啊咁。当然啦，捐钱，你而家讲众筹啊，又去追啊咩啊罗冠聪啊呢样嗰样，你讲紧都系普通人仲去批裁佢啫，拉又成，你而家恐吓紧普通人嘅啫。你家你有本事就去抄咗嚟喂CIA你畀钱罗冠聪。咁我就话你好嘢啦你搵到先得㗎有咁嘅料先得㗎你怀疑一定怀疑过我都怀疑过你冇理由唔怀疑怀疑冇用喎捉贼拿赃嘛咪你拎出嚟。我成日讲咗几年几两几年啦你畀啲证据畀啲道理我睇我就信嘅。啊我好客观㗎呢啲系公开资料而家系公开资料法庭嘅公开资料我冇质疑过。辩方都冇质疑过，咁啊如何先？我就问你，读咗九日啦，我就睇到呢啲嘢就证明咧，黎晶系冇事嘅。好啦，你见啦，系外国嘅传媒咧，亦都系好简单嘅啫。外国政府咧放人，呢个系政治检控，呢个系冇道理嘅检控，系啱啦。咁你而家话黎晶咩勾结啊咩？好啦，你有你勾，系外国政府我勾。但是作为一个普通香港人我有我噏我就话呢我睇唔到有任何同法律有关嘅嘢尤其是全部喺国安法之前喺国安法之后可能都有少少咁又如何就算有少少咁无啦啦问咗人几年而你攞唔到证据出嚟係咪我諗我最黑呢个国安处争呢就唔係闹佢哋你知唔知我成日话你都唔专业嘅，你查唔到嘢，你攞百几亿啊，百几亿攞咗，咁你就乜都查唔到啊？喂，呢位什么高级督察啊？你都人高唔少噶，吓、啊？你俾我咪写封信俾银行，咁就攞晒呢啲资料噶啦。佢嘅出入账啱唔啱啊？去到呢个某某民银行唔敢唔俾你嘅话，你系国安处吓、啊？我要查案系嘛？唔系要攞人嘅私隐嚟查案，系政府嚟查案，你要俾佢啊？以我所知都要噶，系嘛？一般唔俾咁，但系有啲重大案件都要同你合作噶。銀行會判斷咯，呢啲唔係洗黑錢啦，呢啲係白雪雪嘅花錢。咁嗱，當然成件事你話道德冇問題咧，見仁見智啦，係咪？嗱，你嗰個公民黨，你個阿傑哥你都未死，你講佢聽嗰800万係點用咗啦？民主党啊，欧乐轩有冇你份？唔系呢个系都唔见喎，罗咩？而家呢个系罗建熙啊嘛，唔该啦，阿希仔，你解释下嗰500万去咗边啦？
牛慧卿，你出嚟解释啊！你以你所知系咪先？五百万唔系好多啫，系咪五百万？唉，你摆个箱喺街度筹一百几十万噶嘛？其实就咁，你阿志英嘅大老板，喂，当年好似听过，你有冇听过啊？啊，我听网台咋，萧山嗰度咋，黎州份爆料咋，系咪？写文联成立之初，李泽楷约佢倾偈，话俾钱佢。讲紧都系几百万啲咁嘢啦，佢唔敢要咋？约啊咩啊？约啊阿芒果佬，即系黄毓民啊，话可以俾支持你，你写文联，不过要有事要帮佢做嘢，系嘛？李泽楷买正业保险爆过出嚟啊！你依家仲喺 YouTube 听到翻噶，大家有冇人有印象啊？我呢啲真系 senior 啦，系咪先？即系十几年前嘅事系嘛？条片仲喺度啊，唔算我得人抄啊，贴喺下面啊。如果大家质疑嘅，应该有人听过系嘛？即系咧，系有啲咁嘢嘅，仲系郑经汉做中间人添，屌！郑经汉仲好拉牙刷啊，讲我听添啊，郑经汉啊，呢啲有中间人噶嘛，唔使自己出声噶嘛，咁啊，黄毓民都戆居居咁啊，即系话应该绕佢啦，系咪？哦，呢啲咁嘅事啊，我就唔会话咧，即系呢啲人系即系威他定威嘅，但系基本上咧。就冇乜大事嘅，即係我啲民主派，即係係有時會貪心，但係咧咁樣你要睇下香港冇呢個政黨嘅捐獻法，應該有嘅，應該要整嘅，但係唔整嘅，直到點解唔整咧？你嗰啲民建聯啊，啲工聯會啲仲多嘛，全部共產黨俾噶嘛，一要你公開你又唔公開，梗係俾人爆出嚟咁點咧？有人投誠咗去美國又爆出嚟咁點咧？所以咪大家唔好啦。大家咪你監察住我監察住啦，好啦，而家就係你監察人，就話人哋，你又收錢啦咁樣，係咪？你民主派收錢啦，咁你冇個乾淨啊！唉，真係嗱，需要有獨立嘅人咁，所以但係我發覺咧，連呢啲嚇開麥嗰啲咧都係哇開得咁上下，你可唔可以刮咧？喺邊度刮一啲啊？即係我做咗呢個名嘴之後，即係點樣刮多少啊？係咪有好多錢啊？你交俾我啦，我幫你做呢樣做嗰樣啦。唉，唔理得咁多啦吓，讲完啦呢个话题啦。总之咧，我就话咧，嗱，佢再睇啦吓，仲有向呢个美国嘅前国防部副部长捐179万，俾唔少钱人，系咁啊，汇咗第咩用途咧？嗱，汇送钱俾人，可能佢识得咧，系嘛？可能佢结婚生仔要借钱用咧，唔知咁啊？呢啲咧就可以大家追啦。另外咧就俾个天主教阿荣休主教陈日君咧350万，呢、這个新闻都睇过咯，以前都讲过咯，系因为佢话有多钱咧，系就需要佢去俾呢个国内嗰啲，咁你信就信佢啦，几百万啫，遮系真系遮嘅咋，佢哋呢啲人其实真系，如果阿主教问我信唔信啊，俾10万我信佢咁，因为佢主教嚟啊嘛。佢唔会带上天堂噶嘛，又冇子女噶嘛，系咪先？佢梗系用咗去支援国内嗰啲地下教会啦，系咪先？明唔明啊？咁样冇所谓噶嘛。好啦，由呢啲嘢信啦，系咪先？嗱，2020年系俾咗200万香港监察，咁样咁少，系咪？咁啊点啫？香港监察系旧年先正式通缉佢定咩？成列为非法组织啫。咁嗰阵系绝对合法组织，系一个人权组织。香港監察在英國做咁多嘢，請咁多職員，係咪？有冇捐錢俾我嗰個香港咩人權監察啊？嚇有冇攞檔睇個檔？我都唔知㗎。咁但係要租 office 啊，燈爐火蠟咪要請兩個職員咁㗎嘛。我就義工啫，我不嬲義工嚟咋。所有情況呢啲我都係堅持我係義務啫。我保留翻我唔做啦，同埋我點拆你啊嘛？因為你如果我覺得你唔正義嘅時候，係咪？早兩日先同人傾偈，點解你即係獨立係咁難咁？你個人你要獨立就獨立噶啦，做人嘅嘢你自己選擇噶嘛。我只要冇利益關係，我咪獨立咯。咁而家你睇到啦，民主派啲利益關係咁啊，咁多年啦，我哋知與唔知之間係咪公道啲講鬧你啊會噶，但係算啦，係咪先啊？總之你做嘅嘢都係為民有利益嘅，咁啊，但係好多人就越嚟越。贪心啦，系咪？咁，撇除晒呢啲 evil of democracy 嘅嘢，弊端民主弊端，咁我而家咪冇乜问题，冇大嘅法律问题喎。
有咩？你讲我听，你即系听呢啲咁啊，仲喺国安法之前咯。点解开头嘅时候就话要讲埋国安法之前，即系拒绝讲咧？讲出嚟系唔系几好听？但系讲完又点咧？讲完都系讲喂呢啲喺国安法之前，我哋正式跟法律片咧就冇嘅，系咪？当然啦，国内啦，即系佢啲大陆宣媒睇呢啲就会炒作噶啦，啊好开心啦，啊证明呢个黎智英几邪恶啊，诸如此类。咁你共产党拨咗几多钱俾香港啲咁嘅亲中团体做嘢咧？啊！你自己好唔好意思比較一下咧？如果咧我哋客觀比較咧，係咪？你話啦啊，據講呢個民建聯一年啊成億嘅籌錢啊，佢個經費咁啊，全部都親中團體、共產黨間接俾佢咧。你同呢啲黎智英，你話黎智英背後都有美國錢，咁我都唔排除喎。但係你話又用呢啲咁嘅間接捐款情況一樣啫嘛？你啊任你查啦，而家你揸住公权力喎，唔系英国人揸住公权力，调转头你查啦，查到尽啦，查咗三年啦，原来就查到啲咁嘢，呢啲嘢咧唔使三个月三日就查咗啦，系攞个手令去银行攞个 bank book 翻嚟攞嘢 check， 咁就列晒出嚟啦。只不过你讲住使咗百几亿，就查到啲咁嘢 ，Oh my god！ 你真系太冇用，太唔专业啦。即系咧，系北京，即系唔系叫你咩啊？你问啦，中国国安嗰啲专家评核啦 ，KPI 啊，香港国安、香港警察喺呢件咁重大、特大重要案件里边，花咗咁多人力、物力、财力，查到咁少嘢，实在即系好唔知好笑定好嬲。好啦，咁啊。咁啊唔系啊，嗱而家即系九日咋吓，我唔知道，难怪啊吓，难怪啦、啊，林定国一开始就话呢个特大案件如此严重啊吓，不宜评论。嗱我依家就评论啦，我一定要评论，我点可以唔评论咧？我睇见啲咁捻夸张好笑嘅嘢，林定国你知唔知道啊吓？即系而家摊开啦，咁我唔评论得系咪？评论得啦啩？啊，法庭公开嘅。新闻报道咗嘅嘢不宜评论，点解不宜评论啊？我而家唔系评论你，放心啦，你告得入先算啦，你告得入就要评论啦，系嘛？点解咁嘅嘢？你嗰啲官可以话啊，好大罪啊，咁啊冇罪喎，我睇唔到任何罪。你讲我听，咁捻多啊，梁美芬啊，汤家华，你讲我听，就阿鹏而家摊出嚟第九日摊出嚟嘅嘢，佢哋犯咗咩法？犯咗边一样嘢？勾结外国势力就即系咧。亲你啦，即系话系嘛？咁我都亲啦，你都亲过啦。你有冇同领事食过饭啦？你梁美芬啊，即系孔家华呢啲咁嘅知名人士，有冇同呢个国事节交流过啊？嘥鸠气系嘛？好，讲完啦，讲台湾好过啦。